Hello， 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玻璃遥控机器人，这是大玻璃，然后我们打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好，机器人拿出来喽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遥控器哦。那里面的话都是装三号电池两个，机器人也要装电池。那打开之后，这边上面有个电源键，打开之后会叮一声，然后上面有按钮，可以按音乐。哦，好像很开心耶，机器人按上面那个音乐键就会跳舞哦。还可以远端操控哦，我们来看看它如果按了下去之后，机器人会做什么动作吧。好，我们看看远端操控会有什么效果吧。第一个，哦，等一下，这上面还有一个开关呢、啊，这上面还有一个小开关，先打开，打开之后它就会连线喽。那我们看第一个按钮，哦，它会有警车的声音呢。好，第二个我们按音乐，哦，按音乐它就会动咯。这个遥控器啊，它还可以直接操控它的动作哦，先转弯，让它转回来，前进后退，前进。它最酷的功能还有一个是那个记录的功能哦。旋转，再转回来，前进，后退，好，再按一次播放。如果这样子，它就会照你刚记录的方式走了动一次哦，超好玩的。放音乐跳舞喽！
力变形机器人啊，还有副遥控器哦，喜欢的人可以去找找哦。那今天与你分享的魄力变形机器人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